跳球下来，由梦想家掌握第一波球权，林俊吉交给钱肯尼，拿到球就往禁区切。这一次的最后一秒呢，这一次的出手尽管有做出空档来，但说到空档，阿吉也有篮板球，大兵拿到。球员也有一些变动哦，那主要也加入了台啤系统的包括王子方，包括这边交给了底线的阿吉，在沟通上先顿了一拍，篮底下吉尔贝克，高国豪切入到禁区，但是没有闪过吉尔贝克，麻辣火锅，大 B 在上一个赛季场均能够扇出三个麻辣锅，所以站在最后一线的协防哦，想过他这一关没这么容易，位置再来一次，吴冠轩弹道还是偏。阿吉快速来到前场，已经攻起来了，为梦想家创造新一波的进攻。林俊吉高抛篮底下的吉尔贝克，这个防守交简浩，看了一下篮筐，球交给阿吉。面对卢冠勋的防守，剩下四秒钟 ，crossover 之后心脏地带抛投，球又打进去。小杰再交回给老吴，看了一下篮筐，简浩外线出手，三分球进。敢投就是好事哦，这个球的 down screen 把空档有做出来哦。那现在工程师还在找寻出手的感觉，找到外围的阿吉，林俊吉节奏的变换，再做大转身，接球难度是。现在梦想家需要林俊吉的火力输出，又是一个高难度的投篮啊！阿吉，吴家俊在外围盘球，最后选择自己攻啊。这两个小机会，但命中率并不理想。大兵速度已经开起来了，外围投篮没有，贝达尼史威利的篮板球，第一次选择找手感了，因为你可以看到他的整个出手的流畅性还是不够的。久久长驱，球再交回给阿吉，现在要考验的是梦想家的阵地战，跟健身教练打挡拆。高国豪这样打靶，一项命中率是蛮高的，对，而且进攻的动作也相当漂亮流畅。这一次的外围其实可以看到，除了持球的人之外，其他的队友完全没动，都是比较勉强的外围投射，而且重点是回防的现在的速度太慢，也让梦想家越他还在找寻他出手的感觉哦。掉到禁区，林俊吉成功的开后门，一个 touch pass。结果被新沃克抄到球，前场已经没人防守了，飞身带一波4-0的攻势。陈肯尼变挡加速来到篮下，后面还有贝扎，是一个好的开局啊，7-2的攻势。禁区抛投得55-46，大 B 交给钱肯尼，走左路一个变挡，抛投的选择啊，对。因为现在的洋将越早越高了，对，大 B 成功盖到这一人，还在线上出手没进，出手速度很快，99跑起来，背后给球，健身教练的手线擅长的抛投，这一次放偏了。好，现在工程师的回防是有对到人，但是没想到就啊，这球非常可惜啊，后面阿 Tino 没有回防，所以可以顶在那里，还是被99给打进。赫拉个人单打还是被点到，那这就是一个问题，就是工程师在赫拉拿球的时候先来看99，50。大 B 最后选择自己赫拉呢，也是没有。对，哇，一来一往真的差蛮多。赫拉的体能还是有点问题的。哇，第一次在空，再交给老吴，球再交回来，剩下6秒。走中路一样是一个，再往外交，布伊德这一次左侧切入得分，老吴后面有人追防，又田浩退防相当及时，先找人啊，所以也阻止了这一波快攻，但是外围守不住，也不得不把节奏打快哦。不过因为节奏打快，如果不是好的出手选择，命中率不会太高哦。说到了命中率，那就不能不提阿吉前三之外的最后一期季后赛的门票。那虽然说现在才刚开季，感觉谈这个还有点早，但是战力的版图其实原本的4-8人，那七人次是当初开局开。
百公分左右，比如说像是领航员的小楚瑜，就是直接延伸，这就是他的功课之一了。对，阿吉，禁区直入前后，在这个位置有心得，出手没进，全场的快攻，前后飞身上来。非常好的进攻球员哦，但是他们现在缺乏的可能是运动能力比较强大的这种普攻型的球员。